包我每天都这样的生活度过。怎么了吗？什么意思？我都被言语霸凌，我都听不懂。I don't know。 我这样算言语霸凌？你还不算言语霸凌，你都肢体暴力耶。天哪，我想说你手放我这边，放、啊，有人打孕妇啊，痛死啊，左上方痛死，真痛，帮我剪掉，先帮我剪掉。恭喜可能男女通吃了。喜欢玩水吗？喜欢。但是这个好像不是人类玩的吧？这是宠物玩的吧？我等一下有说啦，就是如果它能下水最好，然后我可以顾着它。如果它没有办法下水的话呢？其实我已经因为这个，在这个节目我已经跟它沟通了3天了。对，让它就是要知道要录影，然后要工作。所以等一下，如果他赏面子，他可以下水啊。如果他如果不想要下水的话，我帮我跟 Sandy 讲说，我能够做什么，我就可以帮忙负责做。哦，就是一个工具人的角色吗？过来，我再跟他玩一下。小心，衣服是借来的。小心，这套衣服不可以。好，你看他，你看他。好，小美，你带他去吹干。走，我去吹干。休息一下。我今天做了一个决定，就是我不要水中生产。我等下需要来点零食，我等下喂它一下。我也带。等一下好好的喂到它一下。辛苦你了，哥。辛苦了，哥。今天应该还没表演从下面上肩吧？我想应该他不会想要理我。等等呢。等哦，没事哈，就是等等，这边都还好的。来，一二三，这也太难了吧？开始，这样。啊，很专业。还行还行，想说把它修短一点。不要。是潇洒派的哦，怎么样？谈恋爱的时候，不是学生时期。一直以来都是校园的风云人物。哎呦，哇！哇塞！吹牛大会。第一届哇塞！吹牛大会。参赛者第三号。Yeah, it's me. It's my turn. 对，风云人物到什么地步？求校队。然后在学校里面的关注度就会比较高，是从小学到大学一直都是最大的。So 要篮球队，怎么收？今天中间有凯瑞英文，讲一句英文收。对。Okay, so what? So what? 就是关注度蛮高的。你认真？真的，但是我都是听同学们讲，然后有时候抽屉一定都会有一些早餐啊。哇，零食什么的，这么好，有较劲味啊！我以前也都有早餐啊，我还有读书的时候还有鲜奶大泡芙，一盒要50块，对，而且我金沙我都是收24颗的。来，换你，我的我还有老师的笔记呢，什么意思？考试的时候还有小抄递过来的。不能输，我那个零食多到我要去分送给同学。我是 Sandy 吴珊如，这是哈希。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，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。